打比冇得打，球员比水围。飓风桑迪吹袭纽约，周围都粒粒乱，就连纽约人前锋 A 史杜达米亚嘅屋企都严重水浸，连个车都浸埋，佢仲好似眼泛泪光添啊！布鲁克林网队前锋布拉治喺 Twitter 直击屋企比水围，好彩人嚟帮佢，先有翻电力。身受 Tita 来撞惨，根本出唔到屋企，间屋变咗小岛咁，但都喺 Twitter 报平安。Dibu 仲被困喺黑妈妈嘅屋企两日半添啊！为咗球员同球迷嘅安全，纽约市长彭博决定将原定今日嘅纽约打比延期。纽约人前锋安东尼就话会继续努力，咁就等你哋听日揭幕战主场斗热火啦。